大家好，很多朋友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们跳舞的时候表情非常僵硬。那我们大家在跳舞的时候，如何去把我们的表情变得非常的自然，以及非常灵动呢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授给大家两个方法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们在有表情、学会微笑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进行我们的唇部放松训练。第一个就是将我们的嘴巴闭起来，然后呢，用我们的舌尖去进行一个圆形的滑动啊，就舌尖去抵住我嘴唇的上部以下部啊，内里面进行一个滑动。好，就是刚才这样的训练呢，我们从右顺时针去走，然后我们再逆时针去走啊，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唇部放松训练，你的唇部不能僵硬，才能表情自然。好，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一定会用到的一个餐具，就是我们的筷子。我们想要练习标准的微笑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筷子去把我们的筷子咬住，练习我们的微笑。这个时候，朋友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单纯的咬筷子跟我们的提拳击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咬筷子的同时呢，我们的嘴角要上扬，拳击要提起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没有提拳击，那我们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？提拳击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两种方法。那我们两种方法教授给大家之后呢，我们在训练完之后呢，我们进行一个测试，就是我们正常的把我们的表情微笑出来啊，然后我们把拳击提上去，嘴角向上扬啊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表情练习出来。好的，想学习更多有关于表情自然的、眼神灵动的，我们可以到主页专栏进行学习。下期精彩继续。